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，求不要冷。今天我很荣幸作为一名导游，带着大家逛一逛我从小生长的地方——北外滩。听讲，每个号头公众开放日的票子啊，一上线秒空。站在虹口北外滩的西位，右手边是老外滩的历史建筑，对面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成果——陆家嘴金融中心。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北外滩，最美的机位。